们现在在那个 Super City 这边来示范一下怎么用 Gear S3 手机付款跟加会员点数。好，请帮我。购买流程是一开始你先结账，然后要先加会员点数。叫出 Happy Go， 谢谢。这样一共65。然后再用 Gear S3 来付款。那长按右上键之后就可以叫出信用卡，接着对不起我对个脚，接着按付款，然后把这一部分靠近付卡机，那手表会常震动来提醒你已经付款成功，就已经付款成功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